嗱，王琦佢个做啦，准备。好啦，起步嗰时咧，咁啊出得好齐嘅，慢咗少少咧，拍档威威嚟噶。前面快咧，中内档嗰啲马咧抢放开面外档拍达成啦，中间咧就顶住佢先，咁啊愉快区嚟噶，痴难嗰只嚟嘅。咁第三四位咧，中间上嚟都话江河飞腾啊，抢咗头添啊。第四五位嗰啲马咧，再喺中间位置见到嗰只马咧，就咁啊里边落档咧，就玲珑王啦。小品就第三位啦，可能就拍档威威喺第五位，后少少嗰啲马已经好有拍住欣欣威啦，唔够快就摇身之势尾四位置嘅布置率都系走完跌尾三啦。内栏就复出又话包晒尾啦，好执输啊，就养完高型。嚟嘅，距離放大馬成8個馬開外嘅，轉緊600米彎嘅時候，單騎放領黐咗欄啦，跟住江河飛騰都帶嚟過嚟埋位，守住二條第二位，見到八達成啦，三四位嗰啲馬再數落去咧，即係玲瓏王嚟噶，第四位就如意快區啦，後少少過嚟埋位上緊嚟咧，見到拍檔威威啦，一路側緊咧就咁英記好友啊，喺曬尾墮退緊咧，嗰啲馬就陰陰威，中間上翻啲嚟布置來啦，喺曬尾三位置啊，養如高興包曬尾就福德玉華同埋嗰只馬咧，搖身之間衝落都冇得反應嘅，兜到嚟最後200米啦，黐欄仲係前面咧就江河飛騰帶嚟過嚟埋位，力騎就係中間望咧就。玲珑王啊，开面咧追住八达城啦，同埋中间位雨飞佢中栏咁多，痴男就已经佢有都系追势嘅，到到最后100厘米，远方雨顺，江河飞腾咧，嗰阵都成赢呢场赛事，跑第二名嘅玲珑王，第三名已经好有，第四名已经有上啊，就系嗰八达城同埋如意快区近啲嘅。